真是不敢看呐，不敢看呐。真正实拍的时候，那个水量和各方面还是很出意的。我乱了，灯两个手乱抓，是本能的反应。变形的也是，就非常像，浑身都在抖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演员在演这些戏的时候，其实他是身临其境的进入那种情境之后，他确实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体验这样的东西。